事成之后，请大家到饭馆里吃饭。好。推出的特色菜肴，温泉蔬菜麻辣烫，特选当季没有的新鲜蔬菜，大火烫制的，又麻又辣还热火。各位，如果在冬季的时候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，既能饱腹还能暖胃，实属当季的暖身佳品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大家喜欢这里的温泉蔬菜，可即刻订购，我们小店将为大家免费送货上门。好，谢谢啊，多多捧场，多多捧场，上。